马来西亚也有负责旅游事务的部长，但是马来西亚的旅游负责旅游部的部长不叫旅游部部长，他叫做旅游部长，叫他做旅游，他去搞去找灵感。现在部长在做什么？我想他的灵感不是要怎样去发展旅游业，可是是想灵感要怎样来花我们的人民的钱啊！所以他就每一年呢到处去旅行，到处去找灵感，找灵感呢就是怎样去花我们的人民钱。看他坐 helicopter 去看雪山，他讲澳洲的旅游这个纽西兰的旅游搞得好，他们懂得怎么搞旅游，它的风景这么漂亮。他们家的旅游部长，一定是去人家的国家宣传我们国家的这个旅游景点。好，可是他去到 Australia 帮忙宣传 Australia 的景点 ，very good。我们叫他去澳洲推销，去纽西兰推销马来西亚的旅游，他竟然去澳洲、纽西兰帮忙澳洲、纽西兰推销那边的旅游。倒卖，管他叫倒卖。